农历的二月初二是土地公诞辰，而今年刚好就在3月13号，永和电仔界福德宫将要扩大举办绕境活动，庙方邀请所有的乡亲届时可以加入阵容，一起来参与这一场难得的地方盛会。这是土地公绕境的盛况，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诞辰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地公生。永和电仔街福德宫会在当天举办绕境活动，结合各庙宇镇头绕行永和地区，来为地方消灾祈福。而今年的土地公诞辰刚好是3月13号，下周三的时间，庙方将扩大举办这项活动。今年的这西景吼，环路较宽实实啊吼。啊，这个，咱的顶头各方面哦，拢加今年加较侪安尼是，因为吼、哦，算讲今年咱到迄落，咱的这个，元宵节吼、哦，啊，踮咧遮等咱庙办嘛，甲公所配合，啊，办啊真成功安尼吼，所以这回啊，这个绕境啊各方面吼、哦，拢加较闹热安尼。而通常在土地公诞辰当天晚上，福德宫还会举办吃平安餐的活动，庙方邀请乡亲一起来参与。好，即卖平安道吼，目前啊，各咧用订就对吼，因为咱遮的这个上侪吼，用订啊160-160几道，168道左右安尼啦。因为伤侪的时吼，咱这条路跌袂落去。啊，第二条就是讲，咱咧平安道吼是求。祈求咱的这个信者，大家吼，家庭啊，和好啊，一切吼，会当顺利，这个做生意会当顺利，会当赚钱安尼是。所以咱点啊过土地公庙吼，就是一直办这个活动，就继续一直办落。土地公诞辰绕境永和，不只是民众参加，不少的民意代表及行政首长也会一一的莅临，热闹的景象已经成为地方特色，各地乡亲不可错过的人文盛会。中嘉新北新闻永和灿报道。